您今天是不是还有工作？这么晚到这里，会不会打扰你？在我面前不用这么小心，我会不习惯。那你去忙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好。你在忙什么呀？一个根据人眼视觉特性自动压缩滴状读贴图和简化模型的工具。好点了吗？而且他不想跟我一起住，所以我就搬出来了。我说要走也是我走。聪明的姑娘知道到哪儿。起来，我们吃点东西。小奈，我们以后会不会吵架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因为不吵架，我们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那无论我做什么，你都不生气吗？不生气。我们会一直很好吗？会的。可是以前我也觉得我和二喜会一直很好的。无畏，他是你人生中很小的一部分，我才是你的全部。以后不准为别人哭，我都没让你哭过。谁说没有？那次决赛你没有来，我就哭了。那时候很难过。Thank you.
的吃晚饭呢。来给我打下手。雨水滴在我的外套，思念浸透我的衣角，你给的暗号，微微一笑，出现的刚刚好，擦肩而过你的发梢，像是春风吹绿青草，浪漫在发酵，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。我大概又要问你借钱了，住酒店可能钱不够。你住在这里吧，今天太晚了，先凑合一下，明天我搬回父母家。不用不用。你的意思是我不用搬回父母家也可以？我不想这么麻烦你。其实你住在这里我很担心。我又不会对你怎么样。哦，这些我倒是无所谓，不过我有些技能没点满，要被你发现了。什么技能啊？厨艺，我只会下面条。原来你也有不会的呀，我还以为你无所不能呢。显然这是因为我让你智商降低了，做出错误的判断。快吃吧，吃完把碗洗了，我记得这是你的特长。子密，天天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静静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睡衣就穿这套吧。哦。你先洗澡，柜子里有备用牙刷，其他洗漱用品信任我的。哦，我睡沙发吧，我个子比你矮。我家沙发太小，估计睡不下两个人。那个，请你去洗澡吧，晚安了。Thank you.
神的枕头，他家不会就一个枕头？你的枕头太高，我不习惯。我关灯了。嗯。我来关。这开关在哪儿？时候，当话语开始多余的时候，当心慢慢靠近的时候，这时天刚好黑了。当我快忍不住的时候，当别人开始多余的时候，悄来临的时候，这时天刚好黑了。无需言语，无尽浪漫，无限可能的夜晚。早点睡。用蜡烛代替所有灯，让音乐代替话语声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如果要我开口，只能说一句话，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。让 yes 代替所有 no， 让勇敢代替所有求，刚下眉头却上心头。如果要我选择，只能爱一个人，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。当你突然看我的时候，当话语开始多余的时候，当心慢慢靠近的时候，这时天刚好黑了。忍不住的时候，当别人开始多余的时候，当爱悄悄来临的时候，这时天刚好黑了。无需言语，无尽浪漫，无限可能的夜晚。醒了。嗯。先刷牙洗脸，然后跑步。啊！可是我没有跑步穿的衣服啊。我有。都晨跑吗？在学校的时候，每天早上我都会去操场跑步呢。学校人多，
我在操场跑步的时候怎么没遇见你？看来我起得比你早。其实见过。哎，我腿没你那么长，你跑慢一点。哎，李教授，又来跑步了。哎，这位是？这是我女朋友，薇薇，这是经济学院的李晨教授。哦，李教授你好。你好你好，那我们先跑了。好好好，再见。哎呀，人家的孩子啊。臭小子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恋爱结婚呢？都快三十了。你看人家小奈，22岁，女朋友就带回家了。早餐是家里吃还是外面吃？外面吃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的外表和你做的面区别真的很大，味道很一般。现在就开始嫌弃我了？我哪有，这叫诚实。我知道一家不错的，带你去。走。怎么啦？哎呦喂，老三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 KO 一回来，居然骚扰我。怎么骚扰你了？师兄，他怎么骚扰你了？你详详细细的说出来，千万别漏掉什么。我们一定给你主持公道。他非要我上以前那个游戏跟他组队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太过分了。就是啊，他说他当初被人嘲笑过，非要找什么面子。哎，这游戏里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，哪去找什么面子呀？ KO 说的也是，是好师兄你欺骗了人家的感情嘛，你要负责哟。陆三，你得给我做主啊。这是不错，我本来还在担心一年后留不住 KO， 这下不用愁了。老三，你也太没良心了吧。哥，你的节操观念可真淡薄啊！啊，工作去。哎，现在的男人，像我这么有节操的，真是不多。要我说呀，这肖哥出价也太高了，梅哥怎么能值1000块钱呢？最起码打个半折，送点东西。我跟你说，这次好梅要让 KO 给拿下了，那以后咱就得改称呼了，就叫美梅哥吧。啊，美梅哥，我也要吃大餐。哎，实在不行，你给我个喜糖也好。去。待会儿程序不开会。好。微微师妹，干什么？你这个裙子跟昨天的一样，是不是因为你们昨晚？师兄，这还不是因为。不穷。怎么样，主持人大爷，这回这个动作的连接有没有更流畅了？您那变态的眼睛还能发现什么问题吗？优化没有止境，做人要有追求。你确定要我跳资？跪求您忘了我刚才说那话，当我没说过。
之前咱们为了节约时间赶进度呢，在切换场景的时候会有重新加载的窗口出现，经过修改已经解决了这个 bug。 好，我们再试试河伯水患任务，模拟多人救灾场景。目前场景过渡时间提高了30%，之前美术做的图纸在游戏里面也有失真，精度也有降低，经过优化，我们的引擎已经达到了完美的预期效果。我们写的代码有些不是很规范，扩展性也不是很好，现在还有很多时间，你们再重构一下。你们散会。喂微微，微微你怎么了？
想你。对了，你真名叫什么啊？总不能下次见面还叫你芦苇微微吧？那多出戏啊。我想我们应该不会再遇到了。我觉得倒是会。其实你真名叫什么，张二喜已经告诉我了，不然我怎么知道你住在这里啊？他告诉你我姓卢了。原来你姓卢。他前一阵子来我公司拉投资，但毕竟是不成熟的学生团队。就公司层面来说，我空出了半个衣柜给你，你自己挂。等你收拾好了，我再收拾。你真的把房间让给我啦？我对我的自制力没信心。幸好我还可以去我父母家住，不然只能去公司打地铺了。维修的人明天就到。哦，还好这些盒子没事儿，不然你们肖教授要抱着他哭三天。我觉得你这样说你爹
肖教授才会哭三天吧。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啊？收拾一下，放我那儿。这是手稿，找个袋子装一下。嗯。放心，你的吴冠中没事儿，徐悲鸿也没事儿。嗯，都说好了，暂时放在我学校外面的房子。好。那这两袋东西放在哪儿啊？也没有太合适的地方，先放衣柜吧。那个，你说不住父母家，就在公司打地铺了，所以你今晚住在哪儿？我倒不介意在公司打地铺，不过这些字画是我父母收藏多年的，不能有闪失。你一个人在，我不放心。所以呢？我在这里看着他们。好像看到了我们以后几十年的样子，很不错。你给的暗号微微一笑，出现的刚刚好，擦肩而过你的发梢，像是春风吹绿青草，浪漫在发酵，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，带你的听你的心跳，想给你一个拥抱，让全世界知道。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之前是我不对，我会在游戏里的老地方等你的。我给你杀一百遍，还不行吗？在生我的气吗？之前是我不对，我会在游戏里的老地方等你的。我给你杀一百遍，还不行吗？这次你的铲屎官真的不理咱们了，女人真是麻烦啊。哎，对了，有个人的账我还没算，差点忘了。
依然，我手机里的视频是不是你删的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那就奇怪了，我手机里视频怎么突然不见了？哎，对了，肖奈看了视频以后什么反应？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是啊，他问我视频是在哪儿拍的，什么时候拍的，我就一五一十告诉他了，然后他让我删除了手机里的视频。就这样啊？嗯，就这样。那肖奈到底什么反应啊？他到底有没有看清贝微微的真面目？哎，不对，我们现在手机里一份视频都没了。他看到就好了，应该会明白的。说不定现在正在闹分手呢。曹光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喂，曹光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明天上午十点，你和孟依然来学校南门，我有事情找你们。你这人什么态度啊？啊，你叫我们去就去，你以为自己什么人？偷拍我还传播视频，然后污蔑同学，你觉得你们是什么人？如果我明天早上没看到你们的话，后果自负。我听说曹光家挺有势力的，他是不是要找我们算账啊？你偷拍他视频是不对，可是本意又不坏呀。如果他是讲理的人，应该不会为难你的。你说曹光怎么会知道视频是我拍的呀？不会是肖奈告诉他的吧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啊？肯定是肖奈向曹光求证了。娜娜，他相信我了。这铁证如山还能不相信吗？不知道那个贝微微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药。我居然现在才想到，真是笨死了。你说曹光找我们是不是因为丢人啊？他被女生耍了，还被情敌找上门。这次一定是颜面扫地了，应该是吧。没事儿，等他来了，你给他道个歉，应该没事儿。曹光。哦，还有，不论你再怎么努力，肖奈都不会青睐你这样愚蠢的人。你怎么跟女生说话呢？你应该庆幸自己是女生，要不然你觉得我会这么轻易放过你吗？娜娜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我不会再继续追究。我警告你，管好你们的嘴，如果让我再听到有关于贝微微一点不利的言论，不管是不是从你们嘴里说出来的，我都会算在你们头上。说到底还不是为了贝微微呗？没想到我们堂堂的一个大才子竟然是个色令智昏的糊涂蛋。
就会为了一个脚踏两条船的女生竟然拼命维护啊？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到吗？脚踏两条船是你自己说的，又不是我说的。那是我弄错人了。弄错了？不是贝微微吗？那是谁啊？不管是谁跟你们都没关系。下午也不用去上班啊，游戏进度不错，所以以后都不用加班了。你这是赶我走？怎么会啊，我怕我走来走去的打扰你工作嘛。你把电脑拿过来，好好在我边上坐着。没想到今天又见面了。
这怎么回事啊？追忆，似水年华。我觉得真水无香一定被你气死了。你昨天碰见他了？是啊，他不知怎么从二喜那儿骗到了地址，在门口堵我，还骗我说知道了我的名字。我了解二喜，他就算真的跟我生气，也不会出卖我。于是我就随便炸了他一句，就留下来了。怎么不告诉我？解决太容易就忘记了呗。夫人果然是从小被表白到大的，以后记得宝贝。为了公平起见，你也要宝贝。的确容易忘记，算了。我怎么觉得我就是传说中那种红颜祸水啊，总是碰上烂桃花。幸好我把你收了。可就全毁了，恐怕还有牢狱之苦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那就不能让他们成功。可是我们的人似乎不是很关键的位置，可能不能搞什么破坏。智一那边不行。那如果
封腾演示会的日期提前呢？对呀、啊，反正我们的 demo 已经完成了，那我就先去试试，任总。嗯。啊，任经理。爸，公司是不是在竞争新倩女的开发权？啊，先去忙吧。哎。今天可是周末呀，甄大少爷怎么有空来公司玩啊？爸，我是认真的，公司是不是在竞争新倩女的开发权？你到公司多久了啊？到现在才想到问这个问题啊？我倒要问问你了，你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安下心来替我好好的关心一下公司啊？就现在啊。爸，我要加入这个项目，我保证把智毅科技给比下去，拿下游戏开发权。你就别给我添乱了。爸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我可是倩女幽魂骨灰级玩家，而且我们公司谁能比我更懂这款游戏？这个项目我非加入不可，我一定要把肖奈打得落花流水。你是认真的？我不能再认真了，爸。好啊，哈哈，我儿子终于长大了，啊。公司花这么多钱请你们来，就给我做出这么一个东西来。经理，您是觉得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吗？你们玩过《倩女幽魂》这款游戏吗？玩过。玩了多久？大部分都一年多了。一年多是怎么玩的？每天就是进游戏溜达一下就出来是吗？作为一个倩女幽魂资深的玩家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做的这个 demo 根本没有办法吸引我，更别说网络更多的玩家。人物造型平庸，人物技能模糊，场景就太粗糙了，创意我根本没看到。经理，那您的意思是？我玩这款游戏很多年了，有一些自己的心得跟想法，你们照着我说的改。经理，咱们还有一个月就要竞标了，现在改的话恐怕时间来不及。我不要听到来不及这个话。加班费五倍，如果人手不够立即招。我们所有的玩家年龄要备上什么？这画的是鬼吗？少爷原来一直都是深藏不露啊，少爷现在的样子很有甄总您的风范啊。甄总您教育的好，少爷将来必成大器啊。老三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啰嗦！
那个，老三帮我买吃的去，还没回来呢，我快饿死了。有什么吃的门口听听。车里有松鼠爱吃，自己拿去。不行，我拿去。你干嘛呢？什么呀？购房合同。看看这个新金铺，好没有，话跟大家说啊。哇，这什么？哎呦，哇，水晶鞋，好厉害，好多块儿。哎呀，是啊，新金铺，你去抢银行，你怎么不跟兄弟我说呀？就是啊，梅哥，你这中彩票的钱还剩多少啊？给我们把房都买了吧。啊，哎，我说梅哥啊，你这土豪长期躲在我们这帮无产阶级当中，到底是为哪一番啊？嗯，政委哥哥，这个现在是和谐社会，要讲的是以理服人。你们不能动手啊！黑欧啊，我们是同一阶级的。你不能站在人民的对立面。对，就是。在干嘛呢？欺负美人师兄呢？去看看。把他给我弄来！来来来，人！人！你还有个美人啊？好美！你对得起我吗你？啊？当年念书的时候，你一个土豪向我一个穷学生借钱呀？你一借就借好几十，你还过我一分吗？你我愿意啊！我当时真穷啊。想当年，我背着我爸报考庆大，一个月只有600块钱。早知道帝都有老三个杀人帮，我才不来呢！我管你来不来，都抓住他！抓住他！逮着他！我只是吧，我只是吧。好梅师兄真看得起你，居然把你和沙尘暴相提并论。给愚公，顺便告诉好梅，我记住了。面特别的棒，特别的好吃，而且啊物美价廉。我呸！吃这种廉价的火锅，简直就是侮辱我梅哥的两套房子。嗯，要吃最贵的，最贵的。梅梅师妹，你想吃什么呀？只要是贵的就可以吧。嗯，你们这群脸就没一个好东西。那就吃海鲜啊，海鲜最贵，随便点点就得几千块，完全符合土豪哥的身份。嗯，哎，那就海鲜了，附近那家夜排档怎么样？瞧你们那点出息啊，什么叫做高大上啊？海鲜大排档到此能够吗？是吗梅哥？可不是。对呀、啊、是啊是啊。哎，老三，你见多识广啊，来选一地儿，咱上哪敲诈梅哥去？5分钟后大家会去开个会，开会决定。
吃小龟扇贝，虽然菜什么的，但是好吃啊。咱可以电话预约，到那儿就能吃。哎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那家上菜也太慢了吧，最起码得等个两三年。要不然咱们去蜗牛海鲜。请客的说了算，雷哥。我天秤座选择恐惧症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再说了，让我请客就已经很难受了，还让我做选择。老三，你选择一下吧，我随意。吃饭前先说点别的事儿。我刚刚接到风腾科技的公函 ，demo 演示会的时间将会提前到9月1号。到9月1号。哦，老三，你上次开会的时候说你的优化软件要在9月15号才能完成，那我们加上测试和修改的话，最快也要9月16号。现在怎么办啊？难道我们要放弃优化吗？我觉得放弃也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毕竟我们的游戏在画面跟玩法上面都是已经可以秒杀一切的。现在只是一个内存占用的问题，而且又不是我们没有能力达到，只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没办法完成而已。对啊，时间不够的责任还不在我们，可以跟他们解释。决策者不会听解释，只会看作品，所以我并不打算放弃优化，反而要双管齐下，同时在其他方面对内存占用过大的问题进行调整。其他方面？我刚刚收到邮件，时间非常紧，我忽然想到了些灵感。哎呦，你这产生灵感的方式真奇特。地图自动生成方案，呵呵，我看着居然很耐感哎。大家分团的作业，时间之内应该可以完成。阿爽，时间非常紧，只能边改边测试。所有测试的问题都由你来负责。阿爽。啊，好。哎 ，KO 跟谁一组啊 ？KO 跟我一组，你和我一起完成优化工具，我负责视觉权重评估算法和贴图压缩。你优化模型，可以。普通副本结束了，艰难副本即将开始。希望大家感觉还不错。等于现在就我一个人在想着吃海鲜的事儿呗。不是说开会讨论吃什么海鲜吗？你个骗子！难道我说这么多？主题不是这个。上海，请公演。耶！哎，梅哥，又省一顿啊！哎，好，加油！哎，怎么样？决定去哪里吃海鲜了吗？吃什么海鲜呀？大事不妙！怎么了？游戏出什么问题了？上海风腾那边把演示会提前了大半个月，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的老公，我的校内同学，他变态了。
变态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狂化。你回家帮我拿些衣服过来，商务和家居的都要，还有一些日用品。所以，你要住办公室了？是的，如你所愿，我要开始住办公室了。我总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，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。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，却忽略浮世骄阳，也错过人间万象。五千里墙桥下，人如海车震撼，一下乱象光芒突然把我照亮。就这一小心肠已经怎么落，虚心的心心思待我却该扬荡。飞马马不过与你并肩在夕阳，我心之所向，想和你游四方，像晴雨的风暴，想和你不知疲倦余生的篇章，相遇对到分享过情节不跌宕，我们不散场。你在 cos 壁虎吗？我姓塞啊，微微师妹。你在什么呀？你看他们俩都不带我玩，这是在歧视我的智商吗？再怎么说我也是个省状元好吗？你想多了吧，美人师兄，你不是有很多事情要做吗？我那个活太轻了，最多算是一个体力活，再说了一个人干活都无聊啊，两个人干活才带劲。你看这意见不同了还能斗斗嘴，最主要的是他们俩这一副食物链顶端的样子太讨厌了吧。我怎么没觉着，反而觉着挺帅的。雄性的世界你不懂。我怎么觉得你跟我是一个世界的呀？鬼才跟你一个世界呢。算了算了，微微师妹啊，师兄今天是最后一次作为人来跟你说话，从明天开始师兄就要变成代码机器了。说好的思考者吗？就你俩的造型等有灵感。这两个男神能站在我们图书馆面前自然有他的道理。你看着吧，我马上就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灵魂接通，
到时候，他的智慧将通过这一双手传递给我。程序灵感算什么？我还能了解到人类生存的意义。在为十年前你哪儿来的自信？为师一直教导，做人不可太过自恋自大，自恋一犯错，自大一失败。博老师，哦不，是涂老师，难道你没有听说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吗？我可没有你那么好命，可以躺在沙滩上抢青春。青出于蓝，据为师所知，小德可是把重力都搞错了，所以这程序难题就交给为师吧。你去给为师煮碗面。我不，你不，跟大为师注意你的态度。你们俩继续打。我有灵感了。他有灵感了？我去，要不咱换个姿势继续来？来，来。简单吗？所以经费给我钱包干嘛？最近都交给你负责了，去吧。嗯。哦，太棒了，有床睡了，好人好师傅再分个屁股。哎呀，有妹子啊，就是不一样，在这里啊，有吃有喝有睡，还有小伙伴。俺啊都不想回俺的狗窝了。哎呀，嫂嫂，你简直就是传说中的田螺姑娘啊。愚公，你的床位在大神办公室啊。这还有规划呀、啊、当然了，你猴子阿爽师兄还有阿丽，你们的床位在大神办公室那边，人少空间大，属于 VIP 待遇。薇薇师妹，你太好了。据我观察，是按打呼不打呼分的。啊，我是为你们好。其实哎，太细心太周到了，这样我就能睡个安稳的好觉喽。我的床在哪儿？那儿。哇，师妹，今天给老三安排了一个最差的床位。你们的床位都是我抽签决定的？都一样，我睡觉时间少，睡在那儿比较好。谢谢师妹。不用谢不用谢，我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帮忙的。哎，我9月1号开学，可以陪你们奋战到最后，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尽管找我吧。好嘞，谢谢。
谢谢好。哎，师妹，嗯，我倒是觉得，要不你开学之后继续在这实习，一边工作一边学习，还能挣点外快啊。我不用工资，包吃就行。那工资打我卡上。老三，算你狠了。谢谢。表哥，嗯，怎么了？公司里都在传我们的甄经理突然之间变成了拼命三郎，所以我过来看看呀。没想到居然是真的呀！表哥，你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男人为了自己的事业好好奋斗一下，很正常啊。表哥，你要是这么想，那舅舅肯定高兴死了。其实啊，本来我是为了堂堂正正打败肖奈才决定好好拼一下的，但没想到后来我发现游戏设计比我想象的有趣多了，就算是歪打正着找到自己喜欢的事了吧。打败肖奈，这跟肖奈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跟肖奈是一个学校的，所以你应该知道他女朋友吧。你是说贝微微？贝微微，她不是姓卢吗？如果是肖奈的女朋友，那就是贝微微啊。难道你认识他呀？好啊，我这是又被骗了。表哥，你认识贝微微吗？他为什么说自己姓卢啊？是他告诉你自己姓卢吗？我认识的女人多了，不多他一个。而且你也知道，女人的古灵精怪，喜欢跟男人玩一些小把戏也很正常。好了，我要工作了。哎，封腾也是够奇怪的，好端端提前了大半个月，真是忙死了。为什么表哥要打败肖娜？他也是那种魂不守舍的，你说会不会是赵西？贝微微的室友赵二喜嘴巴里说出来，就不能怪我们了吧？拜拜，拜拜。走了。
我们也走吧。嗯，走。阿喜，我们是同一个学校的，又在一家公司实习了那么久，也该好好认识一下了。这是毅然送我的马卡龙，也给你一盒。谢谢了，不过我最近减肥，不太敢吃甜食。阿喜，听说你跟贝微微为了曹光吵架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别胡说八道，没有的事儿。哎，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再说了，这胜利者会炫耀的。胜利者炫耀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说的什么意思呀？这件事除了你，还有谁知道？不过你也别太伤心了，他也不是只对你一个人这样的。甄经理跟他的女朋友，他们本来感情好好的，就是他横插了一脚。说白了，他就是什么男人都不放过呗。其实之前我已经有了被微微劈腿的证明了，曹光可以作证的，只可惜后来证据没有了。那个傻曹光，他竟然还被蒙骗了，说是什么误会，不允许我们把真相说出去。还有那个肖奈，明明已经看到视频了，还是不相信，真不知道那个被微微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药了。曹光找过你们，你们把视频给肖奈看了？啊。这么恶劣的行径，当然要大白于天下了。曹光为了贝微微来找我们，无非就是封口呗。可是，他提都没提你呢。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个？啊，我不想看你傻乎乎的被人蒙在鼓里，还把人家当好闺蜜呢。虽然现在证据没有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你说一下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，好啊，下次我跟毅然请你吃饭啊。那个傻曹光，他竟然还被蒙骗了，说是什么误会，不允许我们把真相说出去。还有那个肖奈，明明已经看到视频了，还是不相信，这么恶劣的行径，当然要大白于天下了。原来曾经有那么多无中生有的揣测和攻击围绕在微微的身边，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怨天尤人，反而还帮我出气。换作是我，早就崩溃了吧。其实这次曹光的事儿，微微也没做错什么，我嘴上说不怪他，心里还是把这些都怪他头上。赵二喜，这么好的朋友和榜样，你居然还要怄气，脑子真是秀逗了。哎，二喜，真的对不起，你就看在咖啡的面子上，原谅我吧。喂，赵二喜，你终于肯回我电话了。曹光，你一直都在跟我道歉，你跟微微道歉过吗？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很委屈，直到刚才我才突然意识到，受委屈的不止我一个。微微因为我们两个人的事情，被人污蔑脚踩两条船，可是他却从来都一声不吭地忍受我的怄气和你的责备。别人往他身上泼脏水也就算了，最可笑的是，我一直自以为是他的好朋友，却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。曹光，我们都应该跟微微道歉。他不需要我的道歉，我也不敢去跟他道歉。你是真的很喜欢微微。曹光，
你要记得，我赵二喜喜欢的是那个把我当做他喜欢的人的微光，不是曹光。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，你听懂了吗？以后在学校碰见，就当不认识吧。曹光，我原谅你了。再见，微光。想遇见一个真心的人，想一梅哥，这个拿去送走。哎，兄弟们，都过了吗？来，提提神。我是小奶，微微在睡觉。啊，睡觉？和你？哦，我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在我公司，他加班累了睡着了，等他醒了让他打电话给你。好的，你别吵醒他。你的电话，他应该会很高兴。我听出了我女朋友即将离开我家的危机感。陈老师 ，Trudy， 这去哪？今天放你半天假。谢谢老板，还有晚饭我都下单了，你们不会饿肚子的。谢谢你的毛毯。好吃吗？真是好吃。我真的觉得自己挺傻的。
旧的一夜去找一个不以貌取人的大帅哥。不以貌取人，你还找帅哥干嘛？哎呀，我就不能励志点吗？哎，我还没有审问你呢，你真的搬到大神家里去住了？那有没有发生一些该发生的事情呀？啊，这万一失身了怎么办呀？可都是我导致的。大神是君子好吗？我才不相信呢，一个三分钟就能拐走戏花的人能有多君子啊？如实招来，你们有没有 kiss 呀？哎呀，你离我这么近干嘛呀？哎呀，你说嘛。反正自从搬过去之后就没有了。那就是之前有了。为什么搬过去之后就没有？难道大神怕擦枪走火？哎，你怎么把我蛋糕拿走了？我觉得你靠想象就能吃饱。哎呀，不给。简直是不堪入目，赶紧搬回来住嘛！你总住在大神家也不好呀。也是啊，那我跟他说一声，吃你的蛋糕。呀，不要，嫌弃你。如果按照这个思路，所有在浓雾以内。我打个电话。你要搬回去？是啊，也不能一直住在你那儿。你以为我那是什么地方？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开学再搬。谁啊？谁开学之后要搬过去住啊？你不认识。怎么样？儿媳，突然想起来一件事，大神最近不住自己的公寓。但是家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字画，所以我必须得给他看着。那把那些字画搬到小林家不就行了吗？娜娜找你说这些，目的是什么呀？谁知道他们这些人歪歪曲曲的什么心思啊？肯定是对你不怀好意。我本来觉得不用理他们，可总是这样阴魂不散也很讨厌。他们还说请我吃饭呢，到时候看看他们想干什么。请你吃饭啊？你是说真的？真的，我一问就问出来了。等他过来了，我们就好好安慰他。
赵二喜一定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通通说出来的。喂喂喂，走着瞧。欢迎光临。阿喜，这儿这儿这儿。阿喜，这个是易然，你应该认识吧？易然，这是阿喜。你好，认识，校花嘛。阿喜，我们都点过了，你看你有什么想吃的？谢谢啊。啊，服务员。给我加一个。二喜，微微，他怎么那么巧啊？你怎么也在这儿饭店啊？是啊，我听说这儿的鸡翅很好吃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呢是咱们学校的校花孟易然，你应该知道的啊。这个呢是她的室友娜娜，我们都在真一科技实习，关系可好了，他们请我吃东西呢。二喜这么能吃，你们居然请他吃饭，你们人真好。你不是失恋了吗？是呀，我的小贝呀，你为什么娶了维多利亚这个女妖精啊？那生了一窝的娃呀，我的心好痛呀，失恋好痛苦。可怜的孩子都好几年了，还走不出失恋的阴影。你们，告诉你们，微微是我的好朋友。微微，你也吃。算了，我就不和你们一起吃了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对别人的食物有兴趣。我有事先走了。哎，依然。依然，依然，你听我解释，依然，我不知道他们是好朋友。别跟着我！依然，你听我说嘛，依然。不是依然，我不知道他们是朋友。是不是开车？别吃了，我带你去吃别家好吃的。嗯，还有那么多好吃的呢。你能不能有点骨气？我才说了不吃别家东西，走。嗯，但吃会儿。走了。嗯，快。嗯，
早知道刚才就不点那么多了，虽然坑了他们一把很爽，可是浪费这那么多好吃的食物我还是很可惜啊。有什么可惜的？要不我们再打包点。哎，师傅，能回去接一下刚才和我一起那个女生吗？刚才干嘛了？不一起？师傅，您车。家里有点臭钱了不起啊？所有人。